近晚间十一点，一辆共乘四人的自小客车从南京东路上锦溪出东路的匝道上高架，到桥面上后行驶一小段路，突然改变方向，越过车道汇入的虚线，越过分隔对向车道的双黄线，可以看到正面对着自己的测速相机，也可以看到地上的箭头和自己行驶的方向相反。此时车辆正逆向行驶于环东大道上层，逆向行驶期间经过了三台车辆，相信这三位驾驶也对逆向的车辆感到困惑。此处继续往前是一个急弯，即使驾驶在当下可能已经察觉异样，开始放慢车速，这时又通过了两辆汽车。但忙完出弯时，看见迎面而来的车辆往左避开，没想到此时一辆机车迎面而来，撞击让机车骑士飞出高架桥外，从约十层楼高的桥上坠落。新闻报道中，车辆驾驶表示自己是跟着导航才误上逆向车道。新闻一出，有三个面向的讨论。首先，驾驶的逆向行为当然是责无旁贷，这是一切的主因，没有逆向就没有这起事故。对于路再怎么不熟，双黄线分隔顺逆向车道这种最基本的原则是共通的，就算没有走过这条路，才刚上匝道而已，下一个匝道肯定还有好几公里，如果发现的当下不立即停下来，难道是抱着侥幸的心态打算一路开到下匝道吗？如果是因为分神于看导航，没有专心看眼前路况，那也是彻底的本末倒置。眼前的路标标线才是驾驶眼睛该看的地方，毕竟得先有安全才有回家。其次是道路的设计，以前我对这个地方也没有特别留意，但事件中的驾驶从南京东路上来后，是可以从这个缺口直接到逆向的。不知道当时在设计上是有什么考量，或是根本没有考量，才没把这个缺口给封住。但以结果来看，就是因为这样的道路设计，才让驾驶有逆向的可能性。另外，从事发地点顺向的方向来看，这边是一道会遮蔽视线的隔音墙。虽然这边是单向通行的封闭路段，但弯道过后不久就是南京东路旧宗路的出口匝道，容易塞车。若看不到前方有停等或低速行驶的车辆，其实也是增添一分风险。最后，在各大新闻下的留言，还是出现检讨骑士的说法，说骑慢点不就没事了？都是因为超速云云。我想说，如果在法定的单向通行封闭道路上还要怀疑对向会有来车，那我们的用路环境真的相当可悲。机车骑士的驾驶行为或许有讨论的空间，例如在无出弯视野的弯道超车、外侧车道超车，可能用高于高架上弯道处的速线行驶等，但在看待这件事故上，不应该和肇事驾驶放在同一个基准上一起被检讨，因为这不是事件的主因。就算真的有值得检讨之处，也是基于信任这段路的安全性，信任国家政府的交通道路规划，而他也已经付出了超越原本该付出的代价。在这起事件中，可以看到各家媒体都有对这件事情进行报道，都是在讲同一件事，但细看下标与内文，还是发现有所不同。在正确性上有写着，经过金庄路上方时，从防撞导杆缺口处逆向切至对向车道这样的报道描述。然而金庄路的上方根本没有缺口，还是单线的路段，而是在匝道刚上来的地方才有所谓的缺口。事故发生，媒体报道为了抢快可能会有些错误，这是正确性的问题。另外，部分媒体在报道时使用了三宝这个词汇，虽然这个词汇非常泛用，但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用这个词，因为它包含了对事实以外的偏见。三宝本来是佛教中的佛法僧，后来则是有像东北有三宝、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这种谚语，近年则是在网络社群中被延伸成马路有三宝。至于是哪三宝，当时在网络流传的说法是女人、老人、老女人。在这样的归类下，青壮年男性直接被排除在外，
显然是赤裸的偏见。这个词的使用，也许是积非成是，也许是约定俗成。三宝这个词已经被广泛且具体的使用，但这个词的由来，这种概括，其实和其重机都是爱飙车是类似的指控。虽然可以找到一些案例，但如果把它扩张成对整体的描述，则是不公平的说法。我们身边都有亲近的年长者、女性朋友，这是一种将心比心。当然，我不会特别责难一般人说三宝，但新闻媒体身为资讯传递的前沿，更应该注意词汇背后的脉络及含义。最后，在报道中还提供了一些让报道看起来更生动，实则不必要，甚至对当事人家属、关系人是在伤口上撒盐，就像对事件中主角一些太过详细的背景描述。出发前传了什么讯息给谁？这对我们了解这起交通事故发生的起因、可以改善的项目全无帮助，满足的只是阅听众好奇看戏的心理。流量至上的年代似乎无可避免，但我们作为阅听大众，可以做的是去思考这些真的是我们需要的资讯吗？环东大道是我前往市中心的必经之路，我非常喜欢它在日间能在都市中远离都市的开阔，在夜间化作一道闪耀的光弧。我也一直相信它的便利及安全性，所以当看到这则消息时，我真的相当惊讶。但人世间的各种意外总是不能用常理测度，毕竟不止驶入逆向车，环东大道还被飞机给削过。有的时候真的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，该来的就是躲不掉。如果我们能从这件事中学到什么，或者我们能做什么，首先行车记录器是个可以还原事件真相的配备，也是个最好不要用到的保险，毕竟就是出事了才会去查带。这起事件中，两方都有行车记录器，所以事件还原的难度就低，也更容易让责任有所归属。再来就是防卫性驾驶，即使是这样的封闭车道，还是有低几率会遇到这种逆向，又或者前阵子西滨上伸缩缝的钢筋凸起，让很多车辆爆胎。如果我们用相对能应变突发状况的速度行车，在遇到路口视线不佳的情形下自主放慢，也许我们就有机会闪过危机，或者让损害降低。如果环境就是不友善，那驾驶人能相信的就只有自己，在事发前能救自己的也只有自己。最后，愿家属节哀，愿往生者安息。也真心希望大家无论使用何种交通工具都能行车平安，也愿人世间能少一点这种遗憾。